Christine's not sitting here. You know, people use money to test people. Oh my god, this feels so good. Netflix 真人 show《璀璨帝国》推出一个星期就即刻登上人气榜三甲，一个镜头前充满各式各样挥霍金钱的节目，记录了现实亚裔富豪名媛的离地生活。不过剧集里面又并非所有人都是有钱人。今年37岁，出生在韩国的南部 Kelvin， 节目里面他经常同46亿身家富婆 Anna Shay 出入各种名流派对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上流寄生族。他就透露细个嗰阵十分之讨厌自己是亚洲人的身份，身边的女仔都不喜欢他。后来接触了健身之后就重拾了自信，他就由瘦削的亚洲男仔变成一个肌肉猛男，最后还成功做了男模，在美国的纽约闯出名堂。